炮竹声声迎新年啦，现实中放不了炮仗，餐桌上来填补填补，没有什么是一口美味解决不了的。素肉糜来上一块，现在的素肉从颜值到口感都值得尝试尝试。我这里用了玉米粒和青豆，您喜欢吃什么菜也可以放，这大过节的别把自己搞得太辛苦，做着简单又营养，这才是咱们的宗旨。来几片大白菜，只用上面三分之二的部分，热水里焯一下就好，只为让白菜变软。豆皮儿来上一大张，切的大小比白菜叶大一圈就好。接着咱们来组装组装，豆皮儿、白菜，加入咱们调好的馅儿。给它从一头卷起来，一个造型就好了。素肉很容易熟，蒸个十来分钟就能好。接着咱们来个西红柿，给它切成小丁。平底锅里来点油，加点青豆炒两下。再加些番茄沙司和刚才切的西红柿，炒个红绿相间的酱料，使得这道菜的口感更丰富。最后再加点生抽调个味儿。出锅摆盘，操作简单，营养丰富。新的一年里，愿您好事成串成串的来。关注我，我们一起品尝更多健康的美食。